你这个显微镜大师，看见他，你这样，小小兵的眼镜是不是也长这样？是，那我要把外套脱掉。你今天变成小小兵，可是小小兵没有头发，你有头发。有假发，是显微镜眼镜吗？你需要这个吗？啊，那个会防丢是不是？为什么会防？哦，防丢哦，那你跑步的时候就要戴这个、啊。你就可以掉在。不会戴眼镜去啊？啊，不然你怎么会让它飞出去？有一节课有在电脑教室。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永远挂在脖子上啊，它就不会飞走了，超赞！完美，直接做手术比较快。